女人六个表现说明她很表，遇到要远离。在以前形容坏女人就会形容成婊子，在当下虽然这个词语太刺眼，但这样的女人却还是存在。女人婊的时候，通常在她的生活中也会有这六个表现。若是你身边有这六种表现的女人，那么她是真的婊。第一个，她会对所有男人都同样，就算你是她的男朋友也不例外，因为她这样的性格往往是想处处留情，处处可以有男人爱慕，这样的女人花开遍地。第二个，她只会在你的生活中一味的索取，不会去对你有任何回报，并且在你付出的同时也不一定能得来她的感恩。三，她会在你面前表现得异常的虚伪，并且时常是口是心非，这样的女人对所有人都如此，若你的女人如此，那她并不值得你爱。第四个，她对你的态度忽冷忽热，在她热的时候是有需求，在她冷的时候是因为她已经不需要你了，这样的时冷时热只会让你越发的焦心。五，和众多的男人白首不分离，在你面前说着爱你，在别的男人面前说他也爱他，这样的女人经常是脚踏 N 条船。六，时常想让身边的人都围着她转，以她为中心，这样的女人通常是只想着自己，想让所有人都把她当作女皇。